Yes, sir. Okay. Let me talk. Let me see. Let me say what I gotta say. Let's shut up. Fuck up. 讲重点，有什么事情？ Colin Powell. Yep. 根据我们的 FBI, CIA, 123, ABC, XYZ 最新报道，讲重点。现在站这位置啊，应该就是我的位置啊。神经病，你站过来，来，站过来。 Sorry, that's my fault. 不许中统，我站出来。请原谅我，你的那个台湾的好朋友阿扁总统又来烦你了。对，阿扁总统，阿扁总统，你好，你好，阿扁总统，今天你们出场的方式很可爱。你好，你好，你好。我看你是不是最近还有什么问题想要找我？哦，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I know，一定是那个 Mr. Lin 跟那个 Mr. Song， 麻烦你是。Right，come o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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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no，no，no，你是探博港，嘿，这次啊，跟您报告一下，是我们自己人，是深宫艳妇，晓得不？深宫艳妇，他要跟人家去喝下午茶的问题。 我张老师，这个，阿扁总统，嘿耶，我讲过，为什么我们的东西传到？ 你们从国传到台湾去，就是完全都变得 different。 Sir， 报告不许总统。 OK， 我们那么好的 movie Hollywood， Oh yeah， 有 Tom Cruise 演的叫做 Tom Cruise。 Oh， I like Tom Cruise。 Yes， sir。 Top Gun。 Yeah， yeah， yeah。 结果竟然被你们翻译成叫什么？ Oh， 什么？电影名字叫做《好大的一把枪》。好大的一把枪。这是什么烂电影名字？烂电影。Bobby， Yes， sir。 真好奇。哎，没啦，误会。 误会，历史一时而误会。你们说的这个，Tom Cruise 演的电影啊，这个在我们这边翻译叫做《捍卫战士》， <Really? S 1> 但是啊，你们所说的这个好大的一把枪，那是阿公啊翻译的，那不是问啊。报告阿扁总统，报告。根据我们布希总统他说的， <Yeah. S 1> 你们台湾不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吗？不是，你们什么应该都一样，那就同不同意？没有了。Get sir， 阿扁总统他是主张的是台独，是一中一台，一国，一边一国，对不对？对不对？你是不是要讲这个？OK，sorry，sorry，sorry。那这，报告，我们讲重点，我们讲重点。OK，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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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 relax. Not very relax. I don't think. No, no, no. 我觉得那是有政治目的的。Oh, 政治目的。That's very dirty. Dirty, very dirty. And dirt. Yes. Thank you, Grandpa. You are right. Very, very dirty. Dirty, dirty. 非常的肮脏污秽，因为啊，他们就是想要政治分赃，就是想要笑醒阿扁啊，我总统的宝座。所以 ，my dear friend, can you help me? 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有好像被骂叫做菜酱杂货 ，right？ 哎，菜酱，菜酱杂货嘿。嗯，什么菜点？就是弟弟。他是那个 ，you know， big boo。哦、oh, ，big boo， 你看 ，big boo， 大布。哦，那他是你说大奶奶，大奶奶。Yeah. 哦 ，big boo， 大乳房，大胸部。还喜欢社交的那个。要是听说他的乳房可以社交，可不可以请阿斌总统帮我介绍一下？我包了跟他的乳房社交。哎，没事，没事。大家干什么？阿斌总统，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 ？Yeah. So I think.阿扁总统，你可以跟陈文茜小姐喝下午茶，听听，因为他很会戴帽子，很会戴帽子，对，他会给你戴个绿帽子。什么叫戴绿帽子？没事啊，聪明的一个人，他会给你戴绿，因为你们是泛绿军嘛 ，right？ 哦，戴绿扁帽，绿扁帽，而且呢，他很会讲弊案，弊案，你很厉害。And 不可，不是不许压制。哦，没人跟 Colin Brown， 更大的重点跟 point 就是。现在他的温泉小美达节目 TV show 被停了哦，已经停了。嗯，听说呢，这是阿扁总统的阴谋。哦，我不是的，我的阴谋。阴谋啦，阴谋对。阴谋不一样。如果你跟陈文泉小姐结合在一起，you know， 变成好朋友，这样子就没有人认为
是绿色恐怖，对，是扁政府把他的节目给停掉了。你说原本叫了一，对，对，哦，看那个巴这次你讲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对对对，阿扁总统，反正我看你，如果你跟他的话，你一定可以选上那个总统，对，没有问题。而且我看你已经选完了之后，你就马上可以把他怎样，一脚踢开。反正你已经是总统了，总统 ，Presid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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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谢谢阿扁可以连任，要谢谢现场所有的嘉宾，大家乡亲，干杯！耶耶耶耶耶耶耶 ！Let me take, let me take you。我动算了。Fuck that, Charlie！ 哎，那农业我动算了呢。那我根据我们中情局最新传来的资料，嘿，我们那个 Big Blue。陈文茜小姐是不可能跟阿扁总统喝下午茶 tea time 的，哦，不可能。所以既然不能跟你喝下午茶，你们就不能谈政治，不能谈政治就不会结合，所以你不会连任成功的。我讲的都是事实，也是最新的情报。阿扁连任，等一下，失败。Colin Powell，我们在这边还在干什么呢？收高了，收高了。两个西亚多啊，这两个黑白无常。阿扁啊，我真笑哎，讲个什么笑话？讲了等于没讲一样嘛。是不是你头剥蟹？你们太不够义气了。我以为你只有皮肤白而已，想不到你的大脑更白。还有包将军，我以为你只有皮肤黑而已，想不到你的心更黑。根本就是把我耍得团团转。马进，你们不跟我喝下午茶？本人自有妙计。喂。李主席哦，你有闲无？跟人饮一个下午茶啦。哎呦，那是一定要的嘛，再忙也要跟你喝个下午茶。